的你其实很可爱，你说活在明天，活在期待，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。我说我走了，会不会太快？未来第一天要展开，第一天要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真实感。早上六点半，网罗大湾区资讯，倾听都市人情怀。FM 103.6，广东广播电视台，城市之声。